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33面，倒数第四行。倒数第四行，即云：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。勇猛精进者，无见无杂也；一心专制者，心之专一也。妙土者，精美绝伦、不可思议之国土也。接着往下说，法藏比丘。法48愿之后，住真实慧，勇猛精进，来建立帮助遍法界虚空界六道众生啊！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一句。建立一个美好的、圆满的修学道场。这个道场呢，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妙土。啊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。是的，勇猛精进。为什么？无疑不是为苦难众生。这个修学道场早一天建成，众生早一天得度。这是勇猛精进的动力了，不忍心看这么多众生迷惑颠倒，造业感报，苦不堪言啊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切众生一切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行为，决定不能责怪于他。为什么呢？他是迷惑颠倒到了基础啊！虽然得这个人生呢，不像人。与性德完全相违背，国报就在瞬间呢。这是真的古人讲的卧冠满盈，国报就要现前。
不诚、不敬、不仁、不义。长得是像个人样子，实际上你细心观察，他跟畜生有没有两样？畜生没受正信圣贤教育，情有可原。他接受圣贤教育，他不相信。他说这都是古时候这些帝王拿这些东西欺骗众生的。他聪明，他不受欺骗伦理道德轮回来世假的，那是迷信的，那就没法子了。佛在经上常说，此事为证方知等到他哪一天真的证得了，就够他受的了。我们在这些年来，从附体现象里面看到这个附体的灵，他从地狱出来的，他从恶鬼出来的，他从畜生出来的，那不是人能表演的出来的。你看他这种痛苦的心，那个样子，真可怜。表演不出来你细心观察，那是真的。问他为什么这样的？造孽吗？造什么孽？头一个就是杀生。人有嗔恨心，你杀他，他恨你，他要报复。畜生有没有啊？同样也有别看他身躯很小蚊虫蚂蚁很小，那也是一条命啊。他还是贪生怕死啊。你杀他，他跟人一样的有怨恨，今天谁不杀人呢？你有没有杀过人呢？堕胎就是杀人，夫妇两个共同的主意，把亲生的儿女杀掉，这个灵到你家里来投胎，做你的儿女，跟你都有关系。他要是报恩来的，这一下不是报恩了，结了深仇大恨，下一次来就是报仇来的。他若是报怨来的，你现在是杀他，怨上再加怨恨，下一次再来你怎么承受啊？还有讨债还债，没有缘，不是一家人。
到这一家都有怨，都有渊源的。啊，所以有人，我人很好，我这一生没害过人，没杀人呢。你想想，堕胎就是杀人，这个罪太重太重了。啊，那我们再细心观察，现前这个地球上，每一天堕胎的多少？为什么社会动乱？为什么地球灾难这么频繁？恶业所感得的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庄严？善行、善愿、善行所感得的。其实，我们这个地球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。地球上的居民，果然每一个人都学阿弥陀佛。阿弥陀经上所说的，我们全都落实了。我们居住的地球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人人落实48愿，境随心转。地球跟极乐就没有差别了。所以，法藏菩萨慈悲，看到这些众生造业受报，啊，发大慈悲心，大弘誓愿。助真实会勇猛精进啊，精进无间无杂，没有间断了，没有夹杂了，没有夹杂是精，没有间断是静的精进，一向专制，心智专一。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啊！这一个目标前面念过了。法藏菩萨一个目标是一切皆成佛啊，六道芸芸众生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个个成佛。啊，他就为了这个勇猛精进的啊，来庄严妙土的这个意思，简单的说。愿我一切人跟佛没有两样，同佛啊，这个佛就是称他的老师，自在王如来啊，妙土
阿弥陀佛提供一切众生修学成佛的道场，极乐世界。这个修学的道场，经美绝伦，十方世界找不到啊！啊，不可思议之国土，底下给我们讲“庄严”两个字。我们应该要学庄是什么意思？恭敬的意思，忠正的意思，还有慎思的意思。啊，庄是啊。啊，严是什么意思呢？严有尊敬的意思。有恭俗的意思。啊，恭敬。啊，庄是庄实的意思。啊，庄严庄实的意思。可见庄严二字可以俗语解为尊重、恭敬。正俗啊，庄实。啊，等等呢，善美而装饰之，这从德行上说的，从内心上讲的。庄严，首先要知道庄严身心，心是主。啊，你有尊重的心。有恭敬的心，印祖所说的一份沉静就得一份利益，十分沉静就得十分利益。真诚恭敬仁慈博爱，如果说是不诚、不敬、不仁、不义，与庄严两个字完全相反。果报在哪里？在阿鼻地狱。佛菩萨来教你，你都学不会。为什么？没有沉浸心。啊，记住印祖这一句话：一分沉浸，你就学一分，学到一分；两分沉浸，学到两分。不沉不浸，不仁不义啊，你一分都学不到。佛菩萨来教你都学不到，何况其他啊？啊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要复兴。
大乘佛法要佛心，诸位都知道，现在摔到了低谷了，确确实实是在灭亡的临界点。啊，不能信就亡了，能信吗？难在哪里？难在不诚不敬，不仁不义，就是印祖讲的没有清净心，难在这里啊！这在今天是普遍严重的问题。啊，到哪里去找一个真正沉静的人？他才能为往生积绝学。为佛陀续慧命，没有这样的人，我想做，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你做不到啊！啊，那我们想想，这社会上有没有这种人呢？肯定有，我们不知道。啊，这种人少之又少。只要有这种人出现，佛的慧命、圣贤的绝学，就有一线希望。啊，这些人肯定是以良师的身份出现。啊，好老师啊！身心言教，感化众生。众生什么时候能回头？啊，佛菩萨圣贤人一表现，这个人看到了、听到了、接触到了，立刻就能回头。上上根人，这种人少。啊，佛经上有五马喻，啊，第一等的好马，啊，让这个马走路，啊，鞭子一扬，马看到地上的影子，他就知道了，主人叫我走，赶紧就走了，这第一等。第二等呢，看到之后还没有感受到，必须这个鞭子轻轻在马屁股后头打他几下，哦，这要我走路了，这是二等啊。第三等的打他几下他也不走啊，啊，给他搔搔痒他不在乎，狠狠打他几下，哎呀，这是不是开玩笑，这是真要我走了。第三等、第四等的打死他抬不走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看骑马穿马靴，马靴后头带马刺，那个马刺什么，就是这种不听话的马啊，怎么打抬不走，那马刺
在腹部这一次，那是痛痛苦不堪言，不得已啊，走吧。第四等还不错，第五等呢，马刺刺下去，他就躺下去了。那睡到地下去了，那叫第五等。看佛用这个做比喻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众生呢，觉悟不容易。众生闻法觉悟也是这五等人，这五等啊。所以世尊三转法轮啊，对上中下三根呢，上根的人一表演一示范他就懂了，不用说啊。啊，事转。第二等人的时候呢，的事不行，他没看懂，没在意，必须劝导他。啊，用劝转。哦，这是表演给他看的，是说给他听的。啊，他觉悟才能接受啊，第三等人不行了，劝他也劝不动，他也不容易接受，也不容易相信啊。结果什么？要把因果报应事实真相现在他面前，他看到了，他害怕了，这真干了。这三等人呢，啊，第四等人的时候，做正转，他还是不相信，那就没法子了，啊，这叫什么？与佛没缘呐、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这跟佛无缘，啊，三种方法都不灵，就无缘。无缘什么时候缘才发生呢？他要到卧道去受苦，吃尽苦头，他才能觉悟过来。错了，自己承认错了，真错了，掉回头了。回头也不那么容易啊，有两个事实：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这两种业要不修干净啊，不把它洗刷干净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你在轮回里头冤冤相报啊！这个时候后悔莫及了，大圣大贤，诸佛菩萨对得起你，你对不起佛菩萨。啊，在你还没造业的时候就警告你了，就提示你了，你自己没有能够体会得到。啊，依旧造种种恶业，眼前你的恶报没现前，
什么原因呢？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啊，可见呢，你修的福报很大。你现在享福，福享尽了，恶报就现前啊，恶业现前嘛，是这么个道理。这些离世因果，佛讲的很多，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古圣先贤也常说，人不可以昧着良心待人处事，昧着良心待人处事的，没有一个不堕三途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庄严离不开尊重恭敬。啊，就是沉浸。我们是佛弟子，我们要以这些美德来装饰自己啊，不必用这些物质，物质没用处，假的，真实智慧，真实的德行，用这个来装饰好，世间人不认识。他不知道，佛菩萨认识你。诸天善神认识你。甚至灵鬼都认识你，他对你都致敬，对你都拥护啊，恶鬼也不敢伤害你啊，你有德行。啊，你的身有光明啊，他们能看得见啊。说今大师妙德是能庄严，此地称的大师就是法藏菩萨。德能庄严，妙德啊，妙土呢是俗庄严，境虽心转呐、啊，德在心呐、啊，土在外呀、啊，心好啊。外面的土就妙了啊！怎么个妙法？后面经文会讲得很详细。啊，所以静是俗转，德是能转。一万德融成妙土，是为庄严妙土啊！德不能不修，一定要修德。
德不能不真啊，真实的功德。德不能不发扬光大啊，像光一样啊，遍照法界。哎，哪些是德？在佛法里面，十善是德。无戒是德，六合是德，三学戒定慧是德，六度是德，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是德。在中国世法里面讲，伦常是德，四维是德，八德是德，不多啊。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要想一想。与这些德目有没有相违背？中国几千年老祖宗所传的，实际上我们用12个字就全部都包括了。12个字对照容易呀，这是德行的大根大本啊，孝悌忠信。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就这12个字。啊，果然做到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不违背，你就是圣贤。在佛法里也很简单。佛用了10个字，就是十善。不杀，不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佛只说了十。每一天早课提醒自己，每一天晚课认真反省一次，我今天一天有没有做到？做到多少？天天反省，天天改进，你的德越积越厚啊！啊，积功累德，这是真实的，这是能带得走的。啊，世间一切法带不走啊！
啊，财色名食睡一样都带不走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生是带业而来的，死还是带业而去。人间这一趟是好机会呀。好在哪里？你可以转变你的业习，吸是吸气，在人间这是一个转捩点，你能够转恶为善，转邪为正。啊，六道里头其他几道转难，人道转容易。啊，这是一个契机。是个非常殊胜。转恶向善的一个机会呀，你都要抓住啊！最殊胜的转变，转凡为圣，那这是第一等聪明人，有大善根、大智慧、大福德的人，他在这一生呢。转凡成圣，转凡成佛，他干这个事情，这一生的光阴没白过。这是真正的以万德融成净土，以万德融成清净身。啊，妙土是清净土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住真实慧，庄严妙土，是极乐净土之大本。普贤妙行者刚宗，普贤行跟极乐世界是因果关系，普贤行是因呢。极乐妙土是果报啊，啊，那么经文上这一句话，明显地告诉我们，普贤行要没有真实慧，你怎么修？二乘人做不到，天人做不到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做不到，这个我们要晓得。真正修普贤行的是谁呀？化身菩萨，从哪一个级别开始？华严经原教，初住菩萨开始，你就知道啊。
真正修普贤行的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等觉，这41个位次修啊。果呢？果是妙趣味啊！修因真苦啊！那么由此就可知，初住以前是性位，是性位积功累德了，实作普贤行的基础。我们净宗成立的时候，我写了个缘起，提出净宗同学修学5个科目：净业三福、六合敬、三学六度，后面是普贤十大愿望。这就是以前面四科三福是最高的指导原则。三福里面说了3个根，弟子规、感应篇是善业。由这3个根呢，才能够落实六合敬。没有这3个根呢，六合敬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由三福六合，这个人啊，可以在称得上佛经上常说的，多善根，多福德。你看弥陀经上说了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你就晓得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多善根多福德。善根是智慧啊。没有善根，没有福德的人不能往生。经上把这个条件讲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所以我们有了三福六合的基础，才能入佛门。修戒定慧，修菩萨的六度法，戒定慧是小乘，六度法是大乘，具足小乘大乘的基础，再向上提升如来乘，那什么？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普贤十愿是如来乘啊！所以住真实会庄严妙土，这个妙土要记住，庄严自心。
啊，内里面庄严自心，外面庄严妙土，自己内心要没有，外面妙土就没有了。境随心转呐、啊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你首先要庄严自心啊，庄严自己，至少你看经题上给你讲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无上正等正觉，没有这个心怎么行呢？啊，随这两句，极乐净土之大本，普贤妙行之纲宗啊，纲是纲领，宗是宗要啊，这都重要啊！啊，修学的方法就在这几句话当中。我们要会看，要能看得懂啊！懂了之后，要真能做到啊！啊，这叫真修行。真修行就是改变心态，啊，把不善、不好的心态统统改过来。啊，心态改过来了，言语造作自然就改过来了。啊，所以修行最上啊，你看连了凡四训上改过。啊，最上的是从心上改。天天在一起学习，天天在一起分享，啊，互相勉励，一众靠众，啊，这是大众在一起共修的好处啊！我们这个道场在做实验，试试看，不要这些章程啊，每个道场都有共住共乐，我们没有我们希望真干啊，哪些是我们的功，这个功用呢？这五个科目就是功用，人人都照这个做，自动自发。啊，落实三个根，三个根就是敬业三福的第一条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落实在《弟子规》。《弟子规》做到了，这两句话就做到了。啊，慈心不杀，落实在《感应篇》。《太上感应篇》真正做到了，这一条就圆满了。幕后修十善业。没有十善业，不能入佛。啊，我们今天修佛了，出家了，像不像一个出家人呢？不要别人说，自己好好的
品一品，我够不够资格做个出家人？经典上一翻开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有没有我的份？要问问自己，我在不在这里头啊？标准是什么呢？十善业道。十善业道统统做到了，善男子、善女人有我一份。十善业道没做到，我不在其中啊。这个很好啊。啊，我是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跟大众相处能不和睦吗？那不和睦就不善了嘛。和睦头一条，见和同解。这句话怎么说法？放下身见，放下边界，放下见取戒取见，这叫成见，见惑同解了。啊，五种见后头个邪见，六合见出现了。你看，见同解，解同修。啊，人人都落三个，落实三个根、四个根，不就皆同修了吗？然后身同住，口无增，意同悦，力同均，全落实了。这一个世界上，真有一个六合境的僧团出现。这个僧团就拯救世界了。为什么？只要这个僧团出现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，灾难真的化解了。社会真的会安定啊！善人出现了。啊，我们这个道场没组织，没人管，好不好呢？好。释迦牟尼佛僧团当年就是这样。啊，这个僧团为什么那么都有成就呢？个个人都是老实人，个个人都听话，个个人都正干。啊，不需要组织，不需要这些规章制度，不需要，什么都不要。极乐世界如是啊。啊，他们的工作是每一天听阿弥陀佛说法。我们还相信，肯定有菩萨在一起的时候分享。啊，他每一天就干这两种事情，不是听教，听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就是大家在一起共享。多么和乐啊！啊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学院是走这个路子。做出典型出来，做出模范出来，
啊，让社会大众看一看佛教本来面目。这是佛教本来面目啊！啊，希望佛门的道场。像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一样，它是教学。世俗的教学。圣贤的教学，佛菩萨的教学。啊，这个小小小的教学的地方，目标在哪里？目标在这里培养圣贤，培养佛菩萨来干这个的，不是干别的。出家人。啊，把十善业道做出来。第一个，就叫你爱护众生。啊，爱众生，当然你就不杀害众生了。啊，杀是害众生的第一恶法了。不但不能杀害。不能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。这个众生不喜欢我，看到我就讨厌，我要让他喜欢。怎样让他喜欢呢？回避他。啊，他在的地方，我们尽量赶快离开，他欢喜了。等到他什么时候不讨厌了，我们再亲近他。不能让众生呢生烦恼啊！这都是在不杀的这一条包含在内呀、啊。你要晓得。大乘菩萨讲十善业道，展开变成多少条呢？84000细心呐、啊！啊，这一条里面包含的太多太多了，啊，你才真正是敬爱众生。你才真正是落实啊！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啊！他迷惑，我觉悟了。迷惑的不知道，觉悟的要一心一意照顾他啊，要爱护他啊！觉悟了，心得都显露出来。迷惑的时候，他露出来的是烦恼啊，是造业呀！啊，业感的果报，善业感三善道，恶业感三恶道，啊，与自性相应的，这不是业。啊，这是经上讲的，万德融成妙身。
万德融成妙土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啊，住在这个世间，在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之中，自然流露的心得，啊，十善是心得，无戒是心得，六度普贤十愿、弥陀四十八愿全是心得。啊，一切处一切时，你流出来是心得，从哪里流啊？从你的眼耳鼻舌身，从你的意念，啊，流出来是自信的心得。心得有光有响啊，光遍照大地，相普熏世界法界，啊，随学佛。不能不把烦恼习气改掉，放下，这个东西放下，自信真实智慧立刻就现前。不用学的，下面说本经离共听法，在第二十六品。阿弥陀如来开示设方来临之正思曰，正思是菩萨，设方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也称菩萨，他已经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的加持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。啊，不往生在一，往生就是阿惟越之菩萨。啊，你看经上记载的，阿弥陀如来为他们开示，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，专求净佛土，必成如是刹。初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没有不惊讶的。太稀有了，太微妙了，十方诸佛刹土里都找不到，都不能跟他相比。
不免要问呢、阿弥陀如来，你是怎么建造的呀？为什么会有这样微妙些庄严？这四句偈，阿弥陀佛就说明了这个世界怎么来的。我们看念老的解释。道破净土真言，把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的原因说明白了，说清楚了。于今所云呢，一味无差了，一味无差，互为表里。该一切空无我，乃求净土者，是真实慧也。你一定要知道，真实智慧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就像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所说的，本觉本有，本觉就是智慧，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真实智慧，本有啊，不觉本无啊，本无的一定可以离开，也就是可以把它断掉，可以把它放下，它本来没有嘛。本有的决定可以现前，只要把它的障碍抛弃掉了，本有就现前了。诸佛如来啊，有真实智慧啊，我没有啊。这我们凡夫不都是这样感叹吗？我没有啊。其实你完全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你有，只是你有障碍，障碍是你造成的。所谓是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自己造的，只有你自己把它解除，别人没这个能力啊。诸佛如来也没有办法把你的障碍去掉，他要有能力把我们障碍去掉，我们就不要修行了，那不就过过度成佛了吗？他没有这个能力啊。他把这个真正原因告诉你了，我们恍然大悟，我们把障碍放下，智慧不就现前了吗？这个智慧与诸佛如来智慧没两样。这个智慧现前，我们读这个经，来研究这个经，讲解这个经，也跟诸佛如来没两样。不是，这就不是学来的吗？学来的就不一样啊，不是学来的大家是一样啊。这是净土的真因啊。通达诸法性。一切空无我，你就通达诸法性了。如果还有我，你就通不了了，你的障碍就现前了。
啊，必须一切空无故，这是事实真相，诸法实相啊。虽然空无我呢，还专求净佛土。极乐世界就现前，这个四句话不得了啊！为什么？他把建造极乐世界的秘诀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如法炮制啊，把地球建造成跟极乐世界一样。用什么方法？就这四句话啊，我们就有能力把地球变成极乐世界。啊，关键呢，我们肯不肯干呢？二十六品里面所说的，跟这个地方是一位啊，一位无差，一丝毫差别没有，互为表里。盖一切空无我，乃求净土者是真实慧也。啊，这念老讲得清楚啊。我们要想自信，真实智慧露出来，透露出来。你只要把一切空无我做到了，为什么呢？障碍统统排除。金刚经上给我们讲四相，第一个讲我相，有我才有人。为什么？分别才有众生，才有受者。我都没有了，分别就没有。妄想就没有了，这是个根啊。啊，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，它怎么会不现前？那当然现前了。你把一切法都当真，把自己身当作我，障碍全起来了，自性里面智慧德相都不能现前。极乐世界的居民，个个都是一切空无我，弥陀也不例外。所以净土是往生的那些大众跟弥陀啊自信圆满的显现。唯心所现，没有事变啊，没有阿赖耶摩那的，没有这东西啊。啊，阿赖耶从哪来的？有我就有阿赖耶了。
四相都具足了。啊，我人众生受持。先有四见，后有四相。四见是信息，是转向；四相是境界相。啊，科学家上说物质现象都不是真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你看，专求净佛土，安住一切空，是真正庄严国土也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常常提到，相有性空。事有理空，性相一如，理事不二。啊，大乘称之为中道第一谛。就是这个境界。专求佛净土，不是不干了，真干了。虽然真干了，安住一切空，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就是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啊，为什么这样做法呢？庄严国度，普利众生啊，啊，普度众生啊。国土者，即非国土，是名国土；众生者，即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这《金刚经》上的话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这些话是摄报土41位法身大士的境界，十法界里头的人不懂啊！啊，何况16道？啊！这个叫诸法实相啊，你看看下面，无生可度啊，终日度生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。他什么境界？他是妙觉国父啊！他视线在我们人间，跟我们人间没两样。啊，每一天也穿衣吃饭，也工作。啊，待人接物，得天天干这个事情啊。
他心里面呢，心里面是一切空无我。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不但相没有，念头都没有，无生可度啊，终日度生。这是《望经还原观》四德里头随缘妙用啊。唯一有则啊，庄严佛国，佛国理想啊！你看无界的世界，修集的功德来庄严佛土，心里面有着相没着，心里面永远是清净平等觉。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，他用的是真心，真心里面是智慧德相，建立水月道场，大作梦中佛寺，这两句话形容阿弥陀佛。我们对这两句话不了解，菩萨对阿弥陀佛恭敬的五体投地，为什么？菩萨认识他，用我们现在话说，弥陀太伟大了，弥陀太慈悲了，弥陀真正展现的是圆满智慧，会看的看出这一体的妙用啊！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。啊，远离二边，妙其中道，中道不可思议。你能够想到的不是中道，你能够说出来的也不是中道。啊，《道德经》所谓的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。二边不着，中道不存呐、啊，这妙起呀、啊！啊，圆修圆正，弹指圆成。修而无修，无修而修。成而无成，无成圆成。啊，多长时间？一念的。啊，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，一念清净就现出来。故曰：此即弥陀大愿之本啊，普贤大贤之宗啊。啊，什么是弥陀大愿？什么是普贤大贤？行愿
一体，决定不能分开。就愿说弥陀，就行说普贤，普贤跟弥陀是一不是二。愿在行中，行在愿中，融合成一了，成一体了。你一分开错了，分不得也。下面念老接着说，盖名真舍之体，方起真舍之慧。助真舍之慧，故能开化显示真舍之己。这说什么？说佛菩萨度众生，怎么度的？明体是明心见性，你心不明，心没见，你智慧没开，你拿什么度众生？怎样明心见性？放下就是。都交给你了，都讲清楚，都讲明白了。从放下身见开始。不要再执着这个身生活，身的本质是什么？那得用科学家的精神，锲而不舍去研究、去观察，到底是什么玩意。科学家发现了，就像德国普朗克所说的，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，学生也是个大科学家。根据他一生的研究，他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那我们看这物质从哪来的？那不是，看错了。物质现象的基础是意念。跟大乘佛法讲的完全一样。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。境界相从哪来的？从转向变现出来的。变相就是变，转向就是意念。转向从哪里来的？意念从哪里来的？普朗克说不出来，他说无中生有，也没说错，无中生有。
啊，佛法不是这样说的，佛法就转向从业相来的。业相是什么？动，动念。自信是不动的，那一动是妄念的。所以佛法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因为凡是有相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这些现象，都是从波动来的。啊，所以现在科学家有所谓弦定律啊，弹琴弦振动，这个是宇宙的起源，就是就很相似啊，这种弦的振动啊，佛法讲一念不觉，一念不觉就动了，这一动立刻就变现出阿赖耶三细相出来了。啊，三细相虽然有顺序，有先后次第，但是你看不出它次第，好像是同时发生，因为它太快了。你看弥勒菩萨给我们讲的一念，就是小姐不觉啊，一念。一年多长的时间，一秒钟的1600兆分之一啊，一秒钟就是这个频率有1600兆次，是1600兆分之一，那叫一年，你怎么能知道？念念不绝，后头接着是念念不绝，麻烦就出来了。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出现了，《还原观》上讲的透彻。啊，从一体起二用，啊，一体是自信，真如本性，啊，二用一真庄严，一报就是世界是宇宙出现了，一动就出现了，真报是自己。啊，自己跟宇宙是同时出现的，没有先后啊！啊，无论是依报是正报，都有三种现象，啊，三种周边，三种周边我们可以称它做自然现象。啊，第一个，周边法界，无论是精神，无论是物质，我们都知道波动。啊，物质的频率慢，精神的频率快，啊，全是波动。但是它一动呢，都周边法界。那速度多快啊，比光比电不知道快多少倍啊。我们用光去测一个星球啊，那星球上放的光
要几年才能到达地球，叫光年，有几十年、几百年，啊，几千年，光才能到达地球。可是我们的物质跟精神的频率立刻就被发现，如果他不能周边发起，那感应就有迟速了，哦，有感应快有感应慢的了，会产生这种现象啊。感应都是历届的，没有迟速，这周边发起啊。第二个现象，出生无尽，你没法子想象啊，所以我们只用万花筒来做比喻，有一点类似，像万花筒一样。啊，谁在那里变呢？分别执着在变。当你没有分别、没有执着，它就不变。有分别、有执着，它就在变呢。极其微细的分别执着，我们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佛说了，什么人知道？八地以上知道，七地以下都不知道。啊，八地菩萨那样的定功，他能看到宇宙的秘密呀。能看到宇宙跟生命的缘起，啊，佛法里头有高等科学，不需要用仪器，他用清净心。那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，六道里头的人，用科学的仪器去观察。发现跟他在定中所见到的完全相同。啊，但是最后这一关，禅定能见性，科学仪器不能见性。什么原因？因为自性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所以什么仪器对它都没用处。啊，只有更深层次的禅定，你能见到。这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十一地、妙觉，这五个层次的人能看到，它不是假的。你看，不是你一个人看到啊，这五个层次的人他全都看到。啊，所以我们看不到东西不可以说没有，也不可以说有。啊，等到你自己提升到那个层次，你就晓得了。啊，所以这几句话说得好啊，盖明真实之体，方起真实智慧。住真实智慧，故能开化显示真实之际。意思就是，你有真实慧，你才能够开示众生，才能教化众生，显示出宇宙人生的真相。
这真实之际就真相啊，你才能讲清楚讲明白。你没有入这个境界，那怎么行呢？是如诸法光啊，环照诸体，光就是真实智慧啊。光从哪里来？光从诸来的，诸是体啊，诸能放光，这是自性般若之光，能照自性，能照万法所以极乐水鸟树林一色一相悉皆圆明具德，一一皆是芸芸果海，皆是真实之际。这个地方所说的话，句句真实。啊，我们这样才知道啊，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全是信德。自然的流露，一丝毫勉强都没有啊！讲水鸟，讲树林。这是大的，讲一色一香，这是微细的。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，无一不是圆明具德。圆是圆满的自信。明是圆满的智慧，啊，德，德能相好，啊，这一句话就是佛在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：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啊。一切众生，水是众生，鸟也是众生，树林也是众生，一色一香也是众生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。所以“众生”两个字的含义太广大了。啊，人是众缘和合的而生的，啊，人也是众生，诸佛菩萨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啊，所以众生涵盖一切，包括虚空都在里头。啊，他没有众缘，他就不会起现象。只要起现象，无论是自然现象、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通通是众缘和合。啊，所以对“众生”两个字的本意，我们要清楚。
啊，不是指很多人，也不是指包括动物，不是的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全包括了，没有一样不是圆明具德。圆明具德就是自信，性德变现的。性德变现的一色一相啊，那一色一相里头，具足圆满的性德，不是性德的一分呢，是圆满呐。这一桩事情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里面看过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业微尘，我们这个经前面读过，一毛一尘的微点，一毛一尘很大了，再把它磨成微细的微点，我们今天科学家所讲的量子，有微点，对不对？就是很小了，哎，它也是圆明具德。什么意思？这一点里头，是一粒微尘里头，有整个世界的。嘿嘿。有整个世界的形象啊，好像整个世界浓缩成一点，它一点欠缺都没有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一微尘里头有十法界，有华藏世界，都浓缩在里头，谁能进去？普贤菩萨，等觉的普贤，他有能力入微尘世界里面去，啊，亲近那里面的十方诸佛，供养万法，他能入到那里头去啊。那说不定我们现在就在一粒微尘里头啊，重重无尽的，那个微尘世界还有微尘，微尘里头还有微尘世界，重重无尽，不可思议啊！我们讲微观世界，是科学家是发现到微尘了。微尘里头有世界，他没发现。啊，世界里头有微尘，微尘里还有世界，他没发现。佛法不能不学，学了佛，你才有真实智慧，啊，三种真实你得到了，真实之际是体，本体，啊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，啊，真实智慧是相啊，真实利益是用啊，自信的体相用。宇宙的体相用，我的体相用，你全得到了。啊，你要不在这上面学，真的是迷迷糊糊过了一生，啊，糊里糊涂，
过一生。啊，糊里糊涂造业，糊里糊涂受报，这就是佛菩萨所称的可怜悯者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